现出专业人士 keep 的一面，大家大概了解吗？谢谢大家，非常热心。好哦，那如果唐神小姐也准备的差不多的话，那请各位的粉丝朋友就是把我们的声音降下来，然后静悄悄，手机那些会闹铃的都按静音。那我们要请唐神小姐帮我们连续配出两个画面。Thank you.